跳左旗，然后自我催眠。现在我们在泰国清迈的上空，这是我们在泰国前两天的旅游记录，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些内容。现在就跟着我们的记录一起来玩清迈吧 ，Go！ 嗨，我们现在在桃园国际机场，现在是晚上的7点多，我们准备搭8点多的飞机到泰国。我们这次选择的是亚洲航空，然后我们刚刚呢从台北搭乘桃园机场、桃园捷运过来桃园国际机场。中间做了就是吃晚餐 check in， 还有一些入境的检查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这次的登机口，准备等待8点到来，准备去泰国玩喽 ，Go！钱呢是交给司机，他会给这样子的单子，代表是你有成功叫车的依据。然后等一下从1号门出去之后，就可以在1号门上车，上车之后呢，就可以到清迈市区。床、冷气、对外窗、电视机，虽然都是泰语，我看不懂。床的旁边呢就是厕所，厕所呢是没有干湿分离，是马桶跟洗澡的地方，然后这里就是洗手台，整体上来讲算蛮大间的浴室。
所以就是1200、1400，然后押金的话是1000块，然后不用押护照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挑了一台100cc 的车，我们准备要试驾。但我们有自己从台湾买这个垫子安全帽，里面会比较卫生。但是这件的安全帽其实算蛮干净的。吃完饭，然后要到餐厅的斜对面去逛一个零废弃的小店。吸管的吗？就说这是意大利面吧，就是那一只，就知道了，得到了。所以你这几天都要拿这只吸管喝东西吗？没错，很棒哎。咖啡店的小铺，还有这样子的餐厅，然后有一些露天的座位等等。好，有很大的草坪可以去用，蛮适合来这里闲晃啊，喝杯咖啡。
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